进去。我是要把这个给我一点。好，再把它吃进洞。好，再把它按起来的。我、哦。哇，怎么把人家的衣服脱光光呢？怎么把人家的衣服脱光光呢？看你怎么穿回去。哎，你看，你可以。把人家的衣服脱起来。我们要跑掉。这就啊！大冒险。把衣服拿起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装了几颗什么颜色的。然后你把它揉起来，就完成了。哆来咪嗦，哆来咪吼，啊嘿吼嘿吼，把收进去玩。哆来咪嗦。老板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要100颗蓝色的。